天上风筝飞，地上潍坊美。大家好，我来自山东潍坊，昌邑金鼎餐饮行政总厨刘旭超。今天给大家展示的是海鲜疙瘩汤，选用的白蛤、明虾、下一贝。我们的辅料是选用的三样半鸡蛋、小麦面粉、生粉。我们调料选用的是文蛤精、盐、南瓜泥炒的面油。现在我们开始制作。这面在搅的时候一定要顺时针，这个面团和到这个程度就行了。现在我们的白蛤已经全部开口了，以后啊把它捞出来备用。现在我们的所有食材全部准备好了，现在我们就开始制作，开火。现在我们美味的海鲜疙瘩汤已经制作完成，一碗汤，半碗肉，美丽海鲜透着渤海湾的鲜味与情怀。